明白。介绍亚火蛇来去街头了，街头说。亚哥啊，看几下地址嘞？那感谢祝贺七百岁人士有这款的什么 pandemic 咯？但是我感觉多增长人的关系，人的 distance 啊，变做也近啊。好、哦，咱即阵伫遮会通参加聚会，啊，阮教会嘛是安尼，阵你开主日学也好，啊，甲开一寡讲座也好，哦，啊，就是咱拜日的主日学。大人的主力哦，啊，真侪所在诶人会通入来听，哦，真感恩啊，即是真方便，我感觉这个是真正，所以当然唔是永远是安尼啦，咱忙一日，咱搁再恢复啊，咱做做一个准备，咱唔知啊这个时阵什么时阵来到，但是我相信主有真一定有伊真好的点睛甲安排，哦，啊，对不住的嘛，是去加急。介绍我是广东人，所以我讲的厦门话有广东腔哦，所以一摆人问我啊，长沙的咯，我甲伊讲我长沙是广州，哈，所以感谢主你听有就好了吼，那就几多我走，只有机会你变做有机会用那个闽南来讲到啊，伫遮无机会，伫遮用国语。啊，佮最国语，连广东话个亚洲，个亚洲，佮是国语人佮最直接。啊，我知影咱今年咱的麦卡蒂礼拜堂是40周年，哦，每无落几钱啊？牧师有牧师见 interview 啊，讲一寡历史啊，交通哦。但是我相信祝贺咱的麦卡蒂礼拜堂到今啊日，咱或多登来。来跨个河真紧，一个初初开始的时候个激烈，但是40年过去了，时间也慢得紧，有冇发现啊？40年一点啊久就过去，所以我哋想为咱教会感谢主，可能40周年一个地咧，一个系列姊妹也最难得者啊，相信耶稣得救。在这里就做照，这是我们感恩的所在。那还有一次，红牧师请我讲，这个40周年的时候，有一段道，也还没讲，因为他，下晚我讲的时候是讲了略了解而已，不是说，他的Zoom 来讲。但是无论在于我感觉，40年是这个真正宝贵的日子，无简单。咱回头来看上帝恩典真大真多，和咱教会建立伫这个所在哦，实在有主有主的旨意伫中间。我最近咧收到的问题哦，就讲遐日子未查啊，上，咱教会为什么伫世界？为什么咱每一个国家每一个社区拢有礼拜堂？为什么有礼拜堂的设立？礼拜堂在这到底有什么目的？哦，这头长哦。第二下就说，礼拜堂里面的物件跟世界的物件有啥同无？那是人在世界找到的物件，在礼拜堂也有，伊无需要来礼拜堂，是毋是？伊在世间得到的物件，在礼拜堂也是有。伊你有，伊也有，我何必来礼拜堂？礼拜堂应该有一个所，一项物件个吼，是世间所无的。伊则需要来礼拜堂，因为伊在世间切无，伫礼拜堂切有，所以伊感觉这个是丢的所在。我就一定来礼拜堂，为什么？因为伊和我这项物件是世界切无啊。我最都都好，我昨晚在看，我伫礼拜，伫我系消防，看到一个姊妹最近已经有负担，做一挂福音的 video， 哦，将人嘅见证也好，还是说一个组队拍一挂嘅 video 啊，来即做传福音啊，每次短嘅啊，几分钟、十分钟拿定啊，有一配照验额啊，有一招加见证，有一挂故事，还是做一个。这个福音性质的，
啊，怎么读到这个信的出来？就这个姊妹的见证，啊，这个姊妹的见证，主耶稣改变了伊，这个真正无快乐、无爱、无疼的家庭，甚至伊爱自杀，伫查甫囝时阵，伊真无疼伫咧教的嘅家庭内面，妈妈真牛，是大学教授，嗰是博士，啊，爸爸妈妈的关系真差，伊家己感觉。没什么兴趣，没什么在家里面没什么疼，也要自杀一摆啊，来发泄伊迄款的怨恨。但感谢上帝，伊无离开世界，伊无死。啊，后面来间美国一对基督徒的夫妇啊，美国人的夫妇啊，就带伊信主。啊，当然等个故事真长啦，吼，啊，就真得意，几粒故事讲出来，伊讲伊。这个对父对印象真好，哎，即计讲这个耶稣故事，以前感动。为什么世界有这个人哦？会通人攻击伊，伊就听坏人为坏人牺牲，也死命。有世界有这款的人哦，伊问一对父就系讲有啊，耶稣就是啦。你爱念不义么？啊，伊讲爱啊，伊就生一本圣经可以，你好好去读。啊，伊讲你若爱我，你爱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么？伊讲我爱啊，伊就将手画伫圣经，哦，迄、那个美国兄弟手画圣经，伊啊手画圣经，甲伊祈祷接受主，但伊接受主了后啊，伊讲是真奇妙，伊个目屎直接流落嚟，伊信主，感谢主，最近来刷来阮个区域，切着工作，哎，结婚了咯，一对红布啊，真正水个家庭生活。所以姊妹啊，我哋教会就将伊这个个伊嘅见证哦，合做一个 video 嚟可能介绍，都可出来一件啲新鲜出来啊！我个跨上靠住个姊妹，我为伊感恩哦。礼拜等伫只检差，伫各方面咧叫做是咩？叫做 activities 哦，活动无交嘅世界 any 丰富 any 精彩，是么？咱唱歌，点解要表咱唱国家好？哦，咱做节目，点解要国家精彩？伊嗰个跳章，嗰个只在指山河难，指山河难，啊，咱无兴趣指山河难。但是为什么？咱嚟礼拜堂，每天就食物件，是世间用纸妹冇嘅，食生命嘅骄傲，所以叫你冷树有食硬面。哦，我上先哦，教佢尽力自食，施集面咯。我上次施浸呢段间，真侪人伫麦加伫先做，真侪兄弟姊妹嘅生命啲就复兴，啲就强健，啲就栽培，交佢哋食。虽然木梳磨砂等，有阵会改变解话，哦，即个无要紧，要紧是交佢是做嘅，做永远伫咧。人会改变，人会过去，上帝无过去，上帝永远伫，要咱嚟交佢哋啊追加。我相信全世界的教会拢有门队，拢有骨点。那家地有冇？有，中下有冇？点解国家最？有最教会有门队，但是为上帝要揾荷兰地咧，用稳揾阿个地咧，为什么？因为教会是伊嘅身体，而听教会比咱国家听。虽然咱失败、软弱、跋倒，但是主要揾咧属灵啦，这是伊嘅听。哦，因为什么？因为世间人需要教会，世间人需要这种接着教会来念不耶稣，你就记得这项物件。世间人在世界邪无的物件，伊在教会邪有，而且邪这项物件是姊妹无的，真重要。所以讲，其他我爱系你姊妹，虽然跨出到经文耶稣讲嘅，耶稣讲嘅一段信息真正重要啊，咱就记得哦，耶稣。假使咱只话嚟念不这个世界，为什么念不这个世界呢？即系啊，这个世界真正需要是什么？为什么需要耶稣？为什么需要耶稣来？嗱，你听耶稣只话讲呢？嗱，你有圣经都好，请你献佢《路加福音》第七章，第七章呢31到35节，吓，即几则圣经嚟听。你留圣经，你献佢个，跟我杀个塔，好嘛？31到35。主个讲，只要我会通认识咩，比这个世代嘅人呢，
因亲像是咩呢？好亲像囡仔坐伫开开池顶，好彼此互叫讲，阮恩你分嗲啊，分手啊是分嗲。恁无挑木，阮恩你挤爱，恁无好。是谁约翰来了？无食饼，无饮酒。恁讲伊是被鬼附的。连珠来了，也食也饮。恁就讲伊是贪食喝酒的人，是罪孽及罪孽的朋友。但智慧的家，拢以智慧最熟。那这个是耶稣讲，用佢咧，用些譬如来比如这个世界，我感觉耶稣用嘅譬如真水。啊，为什么耶稣用譬如啊？因为这个深的道理哦，人听无，听无，连一学生嘛听无，所以耶稣每一摆趁着机会哦，唔拉讲道理给人听，上款假使伊嘅学生学习道理，所以上款是上课嘅时阵呢，读册嘅时阵呢，伊学生，所以耶稣用譬如来解讲，伊讲这个世界亲像是咩呢？那亲像这个就是这个比。这个比如咯，用这个比如，亲像是咩呢？头像，亲像囡仔伫龟落龟池顶剃头，啊，伫龟落顶剃头，亲像囡仔咧剃头。我唔知啊，咱在座咱系姊妹，检查咧佢哋变咁冇容易啊。我记得我记我哋香港细汉嘅时候。真最时阵，喺出边头咩见啊，拢挨剃头见啦，见啦，叫做什么啊？见啦剃头，见啦剃头啦，或者剃头什么？漂亮擦，或者剃头医生看鼻梁，或者剃头我黑白老爸老爸老母指甲，或者剃头什么？剃头砍酒。啊！有人做新娘，有人做新郎，有人做医生，有人做避难，有人做兵，有人做七啊，做警察啊！阿你剃头，阿你剃头拍球也做。我做剃头之后还记嘅事咯，啊，见一只牛还记，也容易还记。还记嘅事咧就发笑气个，啊，冇咩搞你剃头啦，冇你咁你剃头，假咯，啊，多起出来。但是面阿你攞眉基咯，嗰只花字下杀个出来剃头啊！我就记得我嘅见得真单纯，见下啲还记，见下啲就了咯，面下啲就未记了了咯，面呢个真系嚟剃头，嗱嗱大冷哦，应该未刷还记，坑廿句也未了嘅，啊坑几十秒也冇去原谅得冷，你见得真单纯啊，我见得嗰啲还记啊，面下啲嗰啲最好朋友，啊嗱剃头，嗱见下啲剃头所做嘅见下戏个，啊阿美就了咯，刷咯就佢出去接。到去食饭嘅时就了，未记了，怎么剃头是咩咯？意思讲真见就了，冇真实嘅。耶稣讲，即个世界亲像电脑咧剃头游戏，剃头 games， 冇真实嘅，确定就了咯。无论你最撇也好，最柒也好，最可能也好，最歹人也好，见到你剃头了冇咯，你冇个仔是可能歹人咯，你还在是咩嘢？所以无论见到你做什么也好，见到剃头游戏就是跟人讲，这个世界是无真实，真像播也戏上款。其实你看这个世界咯，人的价值观啊，拢受迄个电影及电视来影响，是不是？你这个青年人啊，这世界是咩也戏，外面播出来，咱就对咯，咱就对。那是低化化妆啦、纱裤啦、头猛正头猛嘅款式，呢个唔有见。但是啲间哥就是讲，即块价值观可能，真最基嘅价值观，将即款无可惜婚姻观、人生观、价值观，何冷哥我冷见下啲拢受电影、电视呢个 media 嘅影响，你就系。电影无论合得罗碎，拢是假嘅，是唔是？你讲哇，这个演戏是真实故事合嘅，我跟你讲，无论攞真实故事啊，变咗演戏就是假嘅。因为呢个人唔是真，唔是呢个故，唔是嘅真正故事里面嘅人，呢是明星，
而不是家家里面的冷。所以无论你黑落衰落感动冷拢是假的。所以世间耶稣说了，世间的冷是就见了你贴到游戏，这就最雅气上关拢不是真实的。世界给你一个虚假的价值观。第二行说，他说我半跌你无跳舞，几爱几爱就是出来有人死个艰苦个，意思讲欢喜的时你无跳舞，艰苦的时你无哭，意思讲无反应，无反应，这个世界麻木无反应，应该哭的无咧哭，应该笑的无咧笑，也所以这个披露来披露世间的人，你看见啊，你的世界。真侪真侪人犯罪犯得少嘅严重，慢慢跨克罪咯，已经感觉冇什么奇怪，啊，嗰个见怪不怪，啊，已经唔是奇怪嘅大事。我记提示一个人个大扇门啊，之前提示落最冷冇冷插，冇扇门嘅根本，佢是咩啊？冰箱咯，我不跨一个扇门，只摆住大粒我自己见啦。你不知道走出去歪落铁土了，慢慢未知过意，还是说忽略意，这个是撒能撒气的剑，出去铁土他自行车弄掉，他受伤了，没事，受伤多地土，多地土卡受伤，这个人经济靠跨意走路，结果我罗美卡暗的时候没人注意，差不多一顶车经济过落去，接连我三顶车给他计过事，冷恰呢个嘅 video 个夸嗬，即系见啦有十杯摆河难叫，即系见啦无应该事，而头次摆河车弄掉唔是事实上嗱啲，有十杯摆，有冷劲嘅无冷插嘅，钳仔之进啊冷呢嗱插冷讲钳仔可能含鞋，是不是？即系冷唔假扮真冷，钳仔是机嘅鞋蛙，哎哟盲插耳咯，哦，边只眼呢？所以变成麻木起嚟，先跟你讲一条啊，即系世界我不发嘅大智客罪咯，那个天线渐渐就领达。因为你最好大智可能陷害啊，所以你唔假罪咯，慢慢变咗应该罪啊，你冇呢啲罪，变成麻木起嚟，即系世界应该即系冷唔应该思嘅，就是冷认为无爱，唔加啲扮阵冷，所以变最是咩啊？呢个冷。就是死去，即系见啦就死去。嗱，只不过战前面上跨住个扇门，哦，多登 video 合出嚟讲，即系见啦，十杯拜何能叫嘅机会，但是难忽略了，无咧叫而无咧出言，因为先就冷惊嚟叫而钳仔我有大志，是唔是？冷就变罪哦，战罪应该罪，但是无咧罪，听扇跳到嚟，所以变咗麻木，咩叫笑骗笑罪？哦，所以这个世界先就咩？先就见到铁土无战士，先就冷地下无反应麻木。第三行个无标准无战力，哦，时时约行奶酪唔食唔念，你讲是怪冷。耶稣冷个食奶酪，个食个念，哎呀，这个是贪食嘅冷。啊，到底食屌还是唔食都屌啊？你食又有人讲话，你唔食还是有人讲话，为什么？你世界无标准，无战力，夸以爱配平时咩就配平时咩？你夸这个世界是点子？即系三等嘅双层嘅标准，哦，对自己讲呢番嘢，对佢讲呢番嘢，全世界啲阿尼咧，拢是为自己利益嚟啲笑，哦，钳仔为咗嘢利益嘅标准嚟变，所以呢个世界冇一定嘅标准，啊，冇分。真嘅假嘅冇分，所以耶稣讲即个世界千就是咩？即个披露里面有啥意思啊？本摄者啥意思？佢嘅意思系咩啊？就见一啲土无战摄，第二行嗰个无反应，第三行无战力无标准，你夹乜夸夸见一啲嘅世界？耶稣以前耶稣啲人即系差不多嗬。共玩差不多三十年的时间，即将是能称康二十一年，即能称话你以前的大致所讲的，
耶稣讲个话，即阵也个写信，这个世界就是安尼，无变的，麻木的，无真理，无标准，咁是安尼。为什么人讲？因为甲你讲哦，人嘅罪嘅问题，人有罪个，佢一千年以前有罪，今日你还是有罪，无改变，罪孽影响这个世界，所以人嘅真实嘅情形就是安尼。所以就念佛教会嘅使命是什么？就是要救这群嘅人，救这群嘅无真实嘅可以活得真实，麻木嘅人变成有感情，无标准嘅人变成有真理，点是兄弟姊妹？今日耶稣来时，可能变成个真实嘅人啊，唔是做一个虚假嘅，无标准嘅。信耶稣了后，你就知啊，什么叫做真，什么是假，应该是咩？可能感觉咱的生命无撒旦，神啊改变咱，耶稣改变咱，哦，所以你就记得教会存在意义就是和世界，也是讲佛法的宗教所无的物件，人类唯一需要的救助，只有福音会改变人的生命。世界的发明就是 Apple Computer， 记住名啦。Headquarter 在我们附近，在我们的社区，然后你看到那个 Apple 那个新的 building， 这个移管管的哦，像这个 spaceship 这样的，真是呢，在我们附近也管的，两个 block 就够了，啊，但是跟你说哦，无论你发明多衰多好呢，只是将人的生活改良而已，改良让你生活更方便。因无法度改变你的生命，无法度改变，无法度。Steve Jobs 就冇安尼熬，伊无法度改变你的生命。当伊面对死亡的时阵，迄个时阵，伊甲对家己，伊所发明的一切物件，对伊无路用。伊家己讲，今日伊真痛苦啊，离开世界，真可惜啲啦。但是叫做里面呢，伊冇拄到耶稣，耶稣会通救伊，因为耶稣可能生命的改变。伊第咬嘅，可能改良伊嘅生活，无法度改变人嘅生命，啊，真正重要嘅啲事咩？真重要。教会需要增长，有人讲教会增长需要是咩咧？我解讲啊，教会增长有三个方法，有三个方法。头一个就是传福音，救人嘅灵魂，这是第一条嘅方法。现在你唔传福音，咁样只有正当啊，就灰线灰线喺姊妹近超了嘅，近牛市价，市价最近啦，礼拜等就正当，记唔记啊？也最冷出嚟咯，为什么？因为姊妹也牛市，特别是执起杯嘢也最硬，交去正当啊。第三款个，咁无线可惜，偷看别人嘅妖。啊！你啊，走去正中。如果你正中，我白冷可怜，但系白冷系妖魔了了，你投机啊！即系倒唔掉。有件事咩？传福音正中，将喺未来要传入嚟，可以灵魂得救。你就系灵魂得救嘅良药，真正真正宝贵，真正良啊！要做里面啦，弟兄姊妹，见到你先有耶稣，我上单载咗见到你，拢是见到我，你先做定故哦。你不传福音或者人，你不关心你粗鄙头尾，你嘅亲戚朋友以先做未？要坐呢位，街上一面不耶稣，你不关心摆未先做嘅亲人朋友，传福音可以听。最近咧，教会举办推行一个传福音嘅活动啊，叫做小组传福音，小组传福音。我记传福音就特别。自己攞自己啲半多啲嗰啲感覺，力量無線可惜。其實你可能唔是自己冷嘴，是自己小組，我那個冷自己小組，唔單小嘅大，我那個冷，你結咗召車我那個冷嚟，變咗你嘅小組差唔多十個冷嚟堆塊線嘅朋友，咁成做緊幾辦了。因为这个是 COVID-19 无法度主要杀入追前嚟个，我用 online 嚟追，还是媒批啊？感谢主啊！也最冷先做先咧，战只战，呢个结果唔是战最冷先，因为环境影响个环境个，
但是感谢上帝，有，而且真正实在的信主的。那安尼，唐老严兄，遐遐个姊妹，迄个系列出来了，王家无关心别人的，即阵一个小组，你过来，我过来，你变做规定啊，出去唐老严，去策划朋友，就请你来参加我们 online， 我们小组，我们小组叫做。叫伊叫做，我唔是叫无道友啦，无道友会听无啊。啊，我欣赏伊，我讲伊是我的 best， 我的 best friend 啊。我请位无道友是 my best friend， 啊，真个欢喜啊！最好朋友就是你咯，啊，其实欢喜嚟做朋友，感谢主啊！哦，先啊，先准时就入来哦，到时阵嚟 zoom 嚟去参加，你就来咯。感谢主，我举办了两拜咯，每一拜是八个礼拜。不禮拜一期，哦，古辦了兩拜，我是大玩一個教會出嚟訓練咧，啊，我一個做 seminar 了入去做，啊，我第二拜嘅 seminar 十月開始，第二拜嘅 seminar 了，我再開始，我再做一拜嘅同學員，咁寫咗效果真好，哦，人開始關心喺出邊頭尾啊，別親戚朋友啊，同學啊，還是啲夫君嚟先做，甚至我。online 個好處啊，前前我就咁講，你係肯招不誒招嘅人，不誒 state 嘅人嚟參加，有啊，有一隊人嚟參加咯，啊，而且自己朋友請定 Dallas 啊，啊，我自己 Zoom number 你就嚟咯，啊，甚至接班有仲講大陸嘅人嚟啊，啊，真方便，感謝主，但是無論怎樣，你記得以嚟是嚟，你可以是咩嘅，可以學業，可以建立。可以耶穌基督的救恩的真正重要。那我們兄弟姊妹，今天你團福音，你知道什麼叫做福音？福音就是耶穌基督為我們定十字架，為我們死，為我們開一條新國話的路去到天父那裡，這是世間所有宗教沒有的。喂，無論宗教的教主如何，他無法推你死，沒一個宗教的創辦人真聽伊嘅先導，聽到就你感謝未來事無咧，只有耶穌。你記得，你所念念不即係叫我對你嚟講真正重要，補足伊，你就有法度去傳，因為這是獨一無二嘅叫我世界冇啊，只有聖經則有啊，真重要。所以今日我嗌起你姊妹哦，你唔免講不盡最淺嘅道理。有一款基本的道理，你扣掉嘢，反复思想，和你嘅灵属灵嘅生命有基础、扎根，真实在啊！咱嘅信仰有根基啊！哎，咱就有力去传福音，因为抓扣掉，摆信仰嘅基础。嗱，讲到现在，我跟你讲，我可以真简单，和你记，你唔免真复杂，真简单，真容易记。哦，嗱，你记咯，圣经中有一个真正。重要絕對的真理，我不接拜堂福音，跟人講福音的時陣，有人問我門徒啊，伊講牧師，你在信耶穌哦，信獨仔啊，信只什麼？獨仔叫做什麼？信只亞索羅啊，只獨仔啊，你只要信耶穌的啲叫啊，不坑會啲叫啊，一定先做係啲叫啊，啊先慣意無一定啲叫，先慣共無一啲叫嗎？先佛祖冇得叫啊？为什么一定系先耶稣得叫？咁是也最宽嘅线路喺度叫人？我讲唔是啦，无撒旦啦，无撒旦。为什么一定？即唔是独裁咧？唔是 dictator 咧？为什么啊？我问你真简单啊，呼吸空一定呼吸空气即系话，冇呼吸空气嘅事，你系肯话麻烦空气你先独裁冇？为什么 keep 一定得 keep 呢？ keep 不行会罪吗？我唔 keep 空气，嗱你唔 keep 空气，佢呢嘢话 I C C 啊，就系咪死 Q Q？ 你又听话空气真正独仔，冇啊？因为你的确需要佢，唯一需要佢，冇佢你就死咯。叫做系咩啊？冇拔宽大腿，一定有佢，冇佢，咱冇得度话，所以记得真重要。嗱你我记和你三则圣经，你记得，记得，我念起来。唔管我真熟啦，真容易呢件本来就系好核念，咱就抓住咱嘅信仰嘅基础。
你传福音你就有力，什么意思呢？嗱，头一句哦，是耶稣讲的，圣经有三则绝对性的字面，无法人学不着的，只有咱的信仰才有啊。头一句是耶稣讲的，耶稣你要必你记起来，约翰十四章第六则，约翰十四章第六则，耶稣讲，嗰就是道路、真理、活命。那么吃着我，无有人会通到爸遐去，也是啊，是不是啊？那就圣经就教咱讲，那么看着耶稣，无人会通到天爸遐，是不是绝对啊？有拔掉咯么？无啊，只有耶稣是迄个道路、迄个真理、迄个活命。那么耶稣，你无法度去找着天爸，无可能，绝对性，世界无。无论倒一个教主、宗教教主，伊无资格讲这款的话，无资格，伊无法度讲这款的，啊，伊无资格，伊做袂到，伊唔敢讲，哦，所以耶稣敢讲啊，被耶稣推咱顶是未记，所以你信仰咱有基础，咱相信，咱信对诶，所以咱就有力量去教去讲嘅，是不是啊？那只在啊耶稣，只有耶稣得。才能够提拔下，你有耶稣吗？有啊，何西啦，感恩，但有把握，啊，所以耶稣讲嘅头先句嘅耶稣讲，啊，我就是道路、真理、生命，那么接着我冇人能够拔下去。第二句彼得讲嘅，彼得耶稣大门徒彼得，第使徒行传第四章十二节记起来，使徒行传四章。十二则，你讲除伊以外，别无拯救，因为天嘅人间无输落别嘅名，咱会通靠着得救。哦，读国语哈，除他以外，别无拯救，因为在天下人间，没有赐下别的名，我们可以靠着得救。意思讲。除了耶稣以外无咯，你无拯救咯，无路咯，因为伫天下无输落别的名，咱会通靠你得救，无一个名会通靠你得救，你念出来，倒一个名靠你得救啊？无啊，无论世界偌最伟大嘅人物，无一度可能得救，因为伊家己嘅需要得救，是唔是？我谂张国顺张三先生。有法都叫人嘛？伊话所耶稣，伊想要耶稣叫人，是基督徒啊，那边先做啊。啊，真正世间的伟人无法度叫人，因为伊的名无法度叫，只有耶稣的名无法度叫。所以彼得讲啊，除伊以外，不无拯救。为天的人间，只有耶稣了，不了名，咱就耶稣的名则才可能得救。那这是第二句啊。第三句嗰个是保罗讲，人嘅大书道啊，即是彼得，即是保罗。嗱，保罗伫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第五节，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第五节，伊讲因为只有一位上帝，伫上帝及人嘅中间，只有一位丈夫，乃是更世为人嘅基督耶稣。伊讲能只有一位上帝。只有一位丈夫，哦，只有这个是上帝，冇真罪上帝冇啊，冇真罪上帝，只有一个咧。好啦，这个上帝急冷中间嗰个也冇真罪丈夫，只有一个丈夫，就是耶稣。所以一个上帝，一个丈夫，咱喺度记住，哦，呢个丈夫对头来啊，对天顶降世而来，唔是对地照起去嘅，对天顶落来，降世就是耶稣。圣诞最高耶稣降世啊，所以咱这个人是出世，耶稣是降生降落嚟，无神啊，对天顶落嚟。嗱，你跨这两个属度代表性嘅，彼得是犹太人嘅属度，保罗是华邦人嘅属度，这两个代表嘅属度，老讲就绝对嘅位。嗱，这三者先嘅我感觉真正重要，三个部位你记住啊，无论怎样你 Q 掉伊。你信仰就愿意来传福音嘛？是最啲啦，传福音嘛，讲只要耶稣听叫，
啊，最活靓起来，叫耶稣是咱唯一的救主，唯一的救主，只有话，只有伊会通救人的性命，这是真正重要。美国20年以前，拄拄好过去啊，一礼拜以前啊，啊，一礼拜就是 9/11，一礼拜外以前。啊、September 11, 9/11，我们叫啊 ，9/11 也是美国那个救救啊，emergency call 啊 ，9/11，真出名，爱人啊，写这个日子啊，啊，用这个方法啊，来开个 World Trade Center 啊，四只飞机啊，两只是弄落那个 World Trade Center， 一个是弄落那个 Pentagon。这个是和飞机里面的人个杀超热，即系飞机就无法度弄着呢个 White House， 本来是去 attack White House， 后尾啲呢个残痕个落去了。啊，这个是二十年以前嘅大大事，也见咯。20年以前战见就记起，但是呢啲都有记了。嗱，因为即系大事嗰个，我记得就过数。关于这个 9/11 的这个故事，是一个牧师讲的见证呢。这个牧师有一日，就是那日叫做啊 September 9，9月9号是拜日来。拜日，伊是一个讲员，受车到 Boston 讲道，讲道了啦。9月9号讲道了啦。9月10号，伊坐飞机到去耶稣来，去伫 Denver 迄个所在。当伊坐飞机到去的时阵，伊坐迄只飞机就是 AA 11，唔是 September 11啦，是 September 10。9月10号，伊坐飞机到去 Denver。伫飞机中，啊，这个牧师名叫做 Bill Faye， 啊，这个牧师，伊也见证来啊，包括伫英文的也见证。Reverend Bill Faith， Bill 就是 B-I-L-L Bill 咯， Faith F-A-Y-E， 这个啦，嗱，伊嘅见证，伊到去，喺飞机顶面，坐飞机时，伊看到一个空中，我嗱嗱叫空中小姐嗬，伊写是空中服务员 ，chef 不冷嘅一个服务员个，你看住个空中服务员咯，佢弄块 ice 可能可连连起连起坠，诶连。弄冰 ice 嘅时阵，警察要摸型去检查，佢就用自己气嘴罐，啲玻璃罐个去弄。牧师看到伊真危险，伊就挖罐计讲：，诶、欸，你唔通安尼啦，你用拔罐唔夹我，用玻璃去弄我，冇办玻璃会破，你会危险嘅，会伤到你啊！啊，那个空中小姐就真正感动个，既然最近最辛苦啊，有人来关心伊啊！啊！提起伊啊，伊搞真感动啊！伊讲多谢啊！牧师就借到，伊多是伊哋呼唤个，我看到啊。当一摆较有型个时，这个空中小姐经过伊个鼻头，伊就推一条福音大条哦，迄、那个空中小姐，且伊有型个时，哎、欸，你看，那个空中小姐徛伫鼻头。伊讲，你知影无？这条嘅大条哦，是我最近所烧着嘅第六条咧。我烧着啲条第六条咯，烧咧。到底是咩意思啊？这个牧师解讲，我就是牧师啊。我跟你讲哦，上帝咩爱救你嘅性命，上帝咩爱救你嘅性命，你知？你爱听么？伊讲有啊，伊就偏简单地回击，给伊传福音。落尾嗬，伊讲你爱接受耶稣做你嘅救主么？伊讲爱，所以佢列个地回击。Bill Faye牧师就坐喺个空中小姐信嘅耶稣。呢个是 September 10嘅大节，第二日 September 11，头一只回击。那是先朝早起8-9点嘅时阵，呢只飞机上关时 ，Flight AA 11，
AA 就 American Airline AA 11头一只飞机升落去一个 World Trade Center 头一栋嘅 building， 转飞机人死了。后尾牧师发现头一只飞机里面迄、那个名单有炸裂，俾伊先做嘅迄个空中小姐，伊嘅名底下已经到天边下，伊感谢上帝，迄日伊同福音去听，伊先做了。无人知啊，第二日发生什么代志？但是无人知啊，人将来去得了，但是牧师把握机会，将福音传到这个小空中小姐。你先做了，虽然人生正拄着咁艰苦嘅代志，但是已经影影弯弯跌起嚟啊！其实有意外跟无意外，撒旦人生几十年都未过去。哦，有人有 accident， 佢早离开；有人有破病，还是离开。但是无论如何，几十年，咱就离开。什么时阵唔知，但是佢什么所在真重要，什么所在真重要。读书同学如何嘅冷静，呢、这个人先做了。虽然现在啊，还咧未面啊啲，已经离开世界，但感谢上帝，面啊啲就是因为离开世界，而在啊，而去得咯，去天堂，去地下。感谢主，呢、这个是这个牧师所做嘅见证。我爸就是迄日，而叫咧一个真重要嘅人，真危险，啲啲叫一边，官地地叫的所在，牧师办阵仪，我随时必得一直叫的。感谢主，这是真真，我看你见证，我真感动。嗱，其实唔是见到你见证，就是十天咩二月份，迄阵时差不多十万二十年以前，我看下见证。因为我一个阵地啊，因为赌科即系二十周年，诶，我今日即系多数杀急嚟勉励你哋姊妹，同我演唔是看看。咱把叫唐乐言，因为咱唔知啊，迄、那个人伊面啊啲发生什么大事，咱唔知。但是伊嗱啲叫了后，无论发生什么大事，拢无要紧，因为伊清清楚楚交天地下。这是耶稣讲嘅，这是彼得讲嘅，这是保罗讲嘅。但叫做即系真呢？哦，世界人需要是咩啊？伊唔是需要较爽嘅生活嗱啲，较有子嗱啲。那拢是暂时嘅，暂时嘅，要见嘅，嘢生命改变，嘢灵魂得救，到将来天堂嘅恩物，各位弟兄姊妹，今日一个全世界一个地区嘅呢个 pandemic 嚟，唔知系咩时阵结束，接住人离开世界，美国啊是头名，你知，美国死嘅人头名差不多70万人，差不多60-70万啦，已经，差不多70万。真吓人，你知唔？真吓！我就话今次只会讲，顶礼拜啊，新闻报告，顶礼拜只要一日拜二，顶礼拜拜二，迄日一日美国因为 COVID-19 死啊，超过1000人，真吓人。不过系人唔吓，死鬼出，死鬼出去，人啊，叫话迄个 mask， 叫做骂人。个拍冷唔听除，美国嘅一个冷嘅连锁地地加添，破别冷就加添，真惊啦！全世界冇一度闪佢呢样大事，我话佢哋变咪是还债是危险嘅状态，上一债啊！但是要做怜悯人，世界特一有苦难有危险，但是你做里面就有病啊！世界人输咗即个病啊，难唔难？教会照你的时阵，咱唔能下下去庆祝那啲，咱咪就祝贺咱度教会啲者设立施集庙面，和真主人知道福音，咱感谢上帝，叫上帝天属属应咱，和咱嚟教会者最属何人蒙福嘅者所在，唔是何人享受嘅，教会唔是等何人享受嘅，乃是何人为主最紧，何人在啊即系，嗱不你不等啲者是自己定大，自己。骄冷的所在，世界邪魔也到这，伊就将福音传落去。我问你，只系俾出果你，俾出果你，你感谢上帝，要揾可能留住世间，继续为伊追赶。施十年，这是恩典，
叫做基督属灵咱来教会。那不是讲哦，咱教会纯了的对照无加达，四十年、五十年咪真系话无内应啊，纯学然之后内应，即系教会之后内应之后存在的价值啊，那不是无加达，要做怜悯啊，怜悯啊，好 ，OK， 啊等先，阿头主席几多？特别我感谢你，我感谢你，因为我真早就信耶稣，得着主耶稣丰富的救恩。我唔是单单享受了救恩，我哋只欢欢喜喜，听候主去天堂。在我哋出边头尾，真侪人也未信主；在我哋亲戚朋友中间，也侪人也未信主。主啊，应允，借罪你家己传福音嘅好门道，将福音分享给伊。和教会这么重心仰头是必救的人，我们第一庆祝主和我们这个教会建立在这四十周年。主啊，你的恩典不是空空，你应允借着这个角落的顶台照亮这些人来归恩地里，就是应允借着你的好门道去将福音传给我们四十周年。和教会纪念主的时候更加纪念，我们到底问主得到偌济人嘅灵魂，叫主你属灵魂拯救阮所不得人，咁阮杀不得嘅，祝福阮今晚嘅聚会，今晚兄弟姊妹聚会，同阮伫咧会务中间，伫主嘅话中间，得到提示，得到警醒，提示阮，阮若无传福音，阮就有罪恶。求主学阮，唔是白针对土，而是有啲关心，把呢个灵魂将呢个永远福音传何以，只要自己。是人生命灵魂第一样要紧的福音，叫做属灵魂，叫做属灵教会，所有的姊妹，让你大大属灵，感恩撒不断的，让我们基督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，阿门。